小珍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啊，真的是再适合你不过，是不是？我好歹也是瘦了快50公斤的人啊，50哦，有人还能比我更聊这个主题？拜托，这个专家发回家好不好？回家了，回家了。臭屁嘞！哎，但是话说，你身为男性，应该也没这个困扰吧？开玩笑，我们有职业道德的人，哎呦，对啊，我们也是要保持好体态啊。我也曾经都大腹便便，大到连那个头都看不到。脚趾头，现在保持得很好哎，我都觉得要把你抓住，不然你要飘走了。哎呦，我真的好轻飘，好轻盈，好轻盈。对啊，为什么？你是不是走错？对啊，你这个运动，我们讲跟你能够连结吗？对啊，可以啊，哎。我最近啊，保持的算还不错哦。你要看到我之前的照片，你现在是很瘦啊。我的意思是说，但是运动有两种，像我们去健身房的，对不对？用身体运动的、啊。对。那他的运动是什么？嘴巴运动。嘴巴也是走运动。哎，那个要用尽很多的气力。腹肌跟手臂。真的有哎，丹田要很有力。你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减肥真的很难呢？难啊！别放一定位嘛。对啊。你也觉得很难？这其实真的蛮难的。你看我们坊间这样每天面对这么多的好的美食料理，然后运动是为了什么？吃更多美食。对，没错。但是呢，你知道在运动当中过程已经够艰难了。但是讨人厌是周围的人，还要在那边讲话酸你，真的，气死了。会有这种人吗？哦，很多。谁？你要问上一种。对，是不是网友们都怎么说？我个人也是，就是从小就开始，跟减肥离不了关系，所以我也非常非常讨厌就是有人惹怒我。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特别要来探讨一下这个减肥的甘苦谈，是跟社团医美整形保养交流讨论版来合作。所以呢，我们综合这个网友的意见呢，有整理出了一些一秒惹怒减肥人的一句话，现场就请大家来猜猜啦，你们觉得什么话会一秒惹怒我们这些减肥人呢？你有瘦吗？哦哦，没有，不是，对对，哎，这种好气恨哦，因为我刚刚走进来我就说绿茶，你有瘦吗？你有瘦吗？这真的很讨厌。这个还好，我的更严重，我的最严重。先看一下我的照片，这个大概是我刚出道，快要出道的那时候。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准备要出唱片嘛，啊，准备要出唱片，所以一定要瘦。那就有你这个时候应该是九种吧，不是？我那时候胖到80啊。好。可当时我要瘦的时候，网友是讲说你瘦了有比较好看吗？对。林北都没送啊。而且为什么人胖感觉你有吗？有啊，是有比较好看吗？感觉色色的。我觉得你不是那眼睛，我们是同一队。我同一队，对对，谢谢谢谢。不是，事实证明有比较好看呐、啊，真的有啦，现在好看。瘦啊，基本上穿衣服就会比较好看，还有一点气色也会比较好。就好比小镇一样，我看他胖啊瘦啊瘦啊胖，从 G 罩杯瘦到 A 罩杯，到底。你个灾，你个灾。我跟你讲，你以前胖的时候，你有 G 罩杯，有哦，大靠一当真有哦。哇，今麦上来就无啊，一定给消风的呀。你哪一句？你现在在聊隔壁邻居是不是啊？不是，我想说，你跟我说，我跟你说，还是有啊，你跟我斗鱼，你跟我斗鱼，脚趾头啦。对，我们要讲清楚。那最近刚好今年哦，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是变成那个工作稍微多一点，都拍戏比较多。最近我刚好演了两部的都是军人的戏。哎呦，我不可能。一个军官穿着军服看起来像士官嘛，军官请士官那就倒端了，绝对倒端了。对，所以我就变成怎么办？很有压迫啊，就变成很辛苦的减肥。本来啦，我是学那个 kid， 168，哦，那种吃法。我还问他，我还跟他赖，他还说，我告诉你，你就是16个小时坚持不要吃，喝水就好，剩下8个小时随便吃都没关系。我按那天嘞，我差一妈就要嗨死。我真的吃8小时，一直吃8小时，我也真的随便吃啊，炸鸡啊、啤酒啊，什么都喝啊，干嘛就这样的。16个小时也真的没吃，也就喝水。一个礼拜越吃越胖。好，因为快要演那个戏，剩2个月不到，我心里想，我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根本就服装撑不下去。我改成231，吃1个小时，23个小时只喝水。不行，可是真的有效。吃那个小时也不是乱吃，也不是什么炸鸡牛排什么，没有，也是吃的很清淡。那剩下23个小时呢，尽量喝一些水或吃一些
浮水、蛋白质啊，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赵哥应该是我们这边饮食派的吧？怎么？因为你完全没有在讲运动，有，我刚刚讲运动。没有，你就会长得比我快了。你看我 FB 就知道，我早每天早上都还有在运动。而且你比较演军官，你一脸就是日本军官样啊。可是我觉得记得应该是赵哥的损友。对对。其实错不在168，错在使用错误。是哦。对，其实168的确是16个小时不吃东西，就是只喝水，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但是不是随便吃乱吃拼命吃。他跟我说可以，所以损友啊。对，但我也是16:8，我真的是16个小时都在吃，8个小时休息而已。因为我觉得我在健身后，我就会变得比较需要，不能让自己饿。我也是，因为饿的话就会肌肉就会流失啊，所以我就会吃，但是不会吃那么多，然后吃的比较干净。嗯嗯，对。然后，但是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呢，就是他们说我胖胖的很可爱，干嘛要瘦？也是也是。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旁边女生都是很瘦很漂亮的，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瘦，你现在很可爱。所以我们去联谊的时候啊。所有大家的联谊对象学长啊都会爱那些女生，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群猪里面总要有绿叶，对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称职的绿叶，然后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紧，你很棒，然后就一直夸奖我，然后甚至到我们出去玩吃饭都是男生付钱的，我也要一起付，他们女生都不用付，因为他们漂亮，真的。然后后来我瘦下来以后啊，我那些朋友都不跟我当朋友，然后没有联络，联谊也不找我去。你瘦了以后有比较漂亮吗？有啊，不要漂亮。惹怒减肥的，网友也在问我啊，一秒惹怒减肥的，他问我，但是我你之前胖胖是可爱的，真的有，你看马屁哦，我，好像，但是我真的是日系胖，可是真的很可爱，但是我真的不想要胖啊，那身体不好哎，我觉得胖真的很可爱，而且男生会喜欢的款，讨厌呢，就直接回绿茶就说绿茶你有瘦吗？你有吗？我有啦，你照片秀出来，你有瘦吗？去年玩很大的时候，你说我胖的样子，那时候82公斤哎，真的假？那你现在几公斤？现在差不多是，他现在81，怎么可能？69，我练69，你怎么可能？等一下，我真的看不出来，没有差，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没有，也还好，还好吧。你现在是很会拍照的胖子哦，而且拍照，胖子拍照都是跟食物拍，对，而且后来自拍都是只拍脸，就觉得脸还刚那张是，对，是因为脸入镜就满了，所以我们都误会了，是不是？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我有饮食控制啊，一天吃一餐。啊，不健康，好不健康，就是中午、早上跟中午加一在真正那一餐，在我身上有感觉。我跟你讲，绝对有感觉，没有说不会瘦啊，你绝对有感觉，而且你觉得你自己会瘦超快，但是你反弹会超快。哎，对，因为吃太少。我想，我问你哦，你一天什么都不吃，吃一餐，顶多我觉得神人超屌，给你维持3年都这样吃，好不好？3年不可能啊，还能这样吃？到第4年开放吃的时候，你就胖回来了。没有，真的啦，我真的瘦了12公斤，那个时候就是一直用168。好了，你开心就好了。我讲了几句，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嘛。你瘦了有比较好看吗？这种刚刚讲这些，不知道有没有上榜？有没有上榜？先讲赵哥的部分，就是你以为你瘦下来会比较好看吗？有上榜了，有6.4%。然后网友怎么说？网友说的好像你瘦就比我好看一样。对，希望这些网友提供你们的照片，我们看看你。就是啊，姚总报道。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小猪的部分，就是胖胖的比较可爱，也有上榜有。12.1%，然后网友是说你来胖啊，人人都给你好啊，这样的，真的，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吃？胖胖的玄外，你胖胖比较可爱的玄外之音就是你继续胖，让我漂亮就好。对，来，有心机的，有心机的，真的。我最胖的时候是先给大家看一下，哦，哇，这真的有胖了吧？完全胖的时候是胖了，像大妈，是不是像大妈？差很多，最胖是胖到73，然后那时候以前胖的时候呢是胖到67.8，我那时候想说啊，我就是顶多到这里，但是后来是真的这样突破，一直到73左右。然后刚刚聊到那个什么惹怒我，我觉得这句我觉得一定会中，因为我身边真的有这些人在，就是说，哎呦，为什么我都吃不胖啊？这就是很怒。
谁听到都想这样子呼巴掌过去，而且我身边大概有三四个，有女生有男生朋友，都是那种骨感的人，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然后他还说他一天大概可以吃午餐，还外加什么各种高热量，什么麦当劳啦、炸鸡啦、汉堡啦、饮料啦、巧克力甜点等等。然后他说持续每天这样子吃，大概两个月吧，可以胖一公斤，才胖一公斤哦。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之怒。然后他说，可是如果他停止吃这样，他立刻又瘦回去。啊，那到底为什么吃不胖？这个你觉得会有在网上吗？应该会有吧？会吗？对啊，问一下。希杰，好有，而且呢，他还是占第一名哦，有35.4%，很惹怒。对，另外两个也一并揭晓给大家，一秒惹怒网友的这个减肥人的话呢，就是少吃这一餐不会比较瘦，还有浪费钱，反正还是会复胖。网友就说了，你有本事你就这辈子都不要变胖，体重不过百，不过就是平胸，就是矮而已。网友们也蛮狠的。对，网友这个心声其实蛮直接的。那大德哥，我问你，榜上哪一句话其实是会比较惹怒你吗？为什么我吃都吃不胖、啊？对，对啊，这一句话比较惹怒，很讨厌。可是我最近也一直在听这句话。哎、欸，他真的，你一进房就先惹怒，他吃不停呢。你问他，我真的吃不停。他从中午来，然后就是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放着，然后弄化妆，然后就每录完一次进去又一直吃。他有在运动啊，也是，他就吃不胖的。他第一次录影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哪一点吃啊？那一点够的吃啊？”我就说：“就饿啊。”但是后来我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也是有黑历史过的。真的，大家可能看我瘦习惯了，已经忘记我胖的样子。有，没有没有，记住，刻在心板里。你帮我刻在我心里。对，好羞哦。他是这个跑吗？这还不是最胖的，是吗？哦，对，有点像阿姨哦。陈金佩，为什么胖都像大神啊？对啊，胖就会容易上升。那我那时候也是，就开始瘦的时候，就一路瘦瘦瘦瘦瘦，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新闻，半年之内我就瘦了41公斤。哎，对对，还有奖金可以拿，100万。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后来其实很不喜欢讲公斤数，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迷失在公斤数，所以我都讲体脂。对啊，那我这时候的体脂大概41%。哦，很高，应该很危险，非常危险。不会不会，他测得到，就是大医院都可以吗？41%，然后后来就慢慢瘦瘦瘦瘦瘦，瘦到把体脂瘦到了21%，然后这次比我还低耶。然后到现在又陆续瘦瘦瘦瘦，我现在体脂15.5，15.5太低了吧？女生这样，哎，女生这样没有肉感，影响到。但是我并没，我不会哦，我非常正常，而且都非常的健康。然后呢，因为我刚好11月有做完了这个身体检查，所以指数都很健康了。哎呦，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正常的健康瘦身方式才是长久的。对，所以啊，也要问一下你们觉得到底哈是要把三餐的晚餐改成生菜沙拉，还是说一周我？就是上三次的健身房，他五好嘞，有效率啦。你们觉得一般的民众会怎么想？我们要问一下希杰啦。希杰，好。好，说到这个台湾呢，就是美食之都，这么多美食真的是很难抵挡，所以呢，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这个减肥族的一个瓶颈。那我们今天呢，根据这个趋势民调大数据，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了。其实，在网络上哦，就有人说，朋友邀约不断，一直要去吃啊，就有14万的讨论声量。另外还有就是，我真的控制不了，就有高达68万多、哦。另外还有脑波弱，这个宵夜文随便爬一爬，就真的很想吃，高达100万的讨论声量哦。脑波弱是大家都会的吧？对。我在要瘦身的时候也是啊，就大家都说你怎么可能就是控制得了自己的口欲？真的，你好有毅力。但我那时候真的很变态，我那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因为我运动量很强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都在想着说，等一下下课我要吃麻辣锅，那家的麻辣鸭血真的很好吃。哎，上次去吃的那家牛排也很好吃。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等一下下课要吃什么？然后呢，一下课我第一件事就会冲到便利商店买个无糖豆浆，就给它灌下去。因为我跟你讲，健身的人对，你通常不是跟健身无关，是因为你通常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想要吃什么。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嘴巴的满足。你无糖豆浆灌下去之后，你就脑波肉嘛，好像麻辣鸭血也还好。对对对啊，在这个分别开火之前，因为今天是运动派跟饮食派，对，哎，大家注意哈，就是这个
火力猛烈之余，要讲实话啊，要对观众负责任。好，那我们两个会投票，就觉得哎，讲完之后哪一边好像比较有道理。好啊，最后呢会看谁的棋子多，啊会怎样呢？不会怎样。没有钱给他算。刚刚才问有没有钱拿，没有钱拿的差那么多棋子多的那一边，哈，明天瘦两公斤。因为就是因为之前啊录影啊，去宪哥那个节目啊，他刚好好死不死遇到那个晚上放宵夜，啊工作人员就看到我，就说：“哎，赵哥要不要吃宵夜？”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在减肥。”他说：“是哦，可是我们今天有咸酥鸡跟那个蚵仔米线，你要不要挑一个？”哦，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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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挑两个都拿。对，不是干嘛选？我没有挑，我也是想说，这么晚吃咸酥鸡会胖死啊！啊，不会不会，我们一袋只有哦。六小颗，就六小颗的那个咸酥鸡，我说我看一下就好，我只是看一下，看看闻一闻，哎，味道好像还可以。我心里面想，我只要吃两颗就好。结果不吃还好，吃第一颗超好吃，惊为天人。我就把他六颗全吃完，还多吃一包。没有没有多吃一包，因为分量刚刚好。我是觉得说，因为吃了会口渴，啊，不然蚵仔米线，我只要喝一口汤就滑。滑。可是没想到蚵仔米线也很好吃，就等他整碗就吃完。吃完以后，我就整个人就在想，我刚刚在干什么？我为什么做这种事情？我就坐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就慢慢的流泪下来。吃完以后才开始在悔恨呐。隔天去崩哈，譬如讲我今天你要出门的时阵崩哈，到时候崩的时阵69嘛，吃完这两个凌晨了。隔天起来一称的时候，71.5，哇哇，热量差这么多，就两样小东西这样，哎，不，其实不小，蚵仔米线较大，蚵仔米线，哎，蚵仔米线会让你肿啊，对，米线较大嘛，他们说米线里面还有那些坎坎啊，那个热量高，一轩从控制饮食，哦，我是饮食派的，然后刚刚听了大家这么多很烂用饮食去控制的方式，其实都很错。谁说饮食控制就是要饿肚子呢？没有这么一回事，好吗？对不对？饮食控制代表是你要吃得对，对，要吃得饱。因为你一旦吃得饱、吃得对，你就不会乱吃一些不应该的东西，也不会有后面刚刚那些罪恶感产生。就像我的话，如果我那时候开始很认真的瘦身，然后饮食控制也是蛮严格，但是问题是我还是觉得我吃得饱，因为我一天就起码吃3餐到4餐。主要的东西呢，就是以蛋白质跟蔬菜为主，然后尽量把那个糖的东西啊、淀粉的东西全部都戒掉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毕竟那些东西对身体也不 OK 嘛，对不对？然后可能比如说早餐我就喝豆浆、蛋啊，或者是如果哎你想要来一点点有点碳水化合物，我就可以加一点麦片进去啊，然后配个咖啡啊，然后你可以每天换，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吃优格啊，然后少量的水果，我觉得也 OK。 然后中午跟晚餐也是实行一样的方式，就是高蛋白质然后配上蔬菜，像我就觉得小火锅就是我非常好的选择。哎呦，那热量很高哎，小火锅没有高火锅，然后不要喝汤，然后你去涮肉，我甚至肉可以吃到2份，然后我所有的火锅料全部换蔬菜加工，然后那个它不是会有副餐吗？什么饭面、冬粉，我就换一颗蛋，所以我就全部都把它换成我可以吃的东西。然后我沾酱也是只有沾一点醋、一点酱油、一点辣椒，就这样，就不能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这样吃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然后又很有饱足感。那个汤，然后加那个沾酱一起，哦，那个超棒，汤不细，就是吃不对就不行。但我这样吃的又对又健康又饱，为什么要饿肚子？因为饿肚子是真的很不 OK， 它只会持续让你的代谢降低，所以你永远都不会在瘦，这是非常非常不 OK 的方式。然后尤其再加上胖子，如果你一开始呢要在他就开始去运动的话，对胖子而言是真的很辛苦、很痛苦，而且很有可能会造成受伤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的方式就是，我刚刚本来过去插，听到后面这个我又说，刚刚讲的，为什么？
胖子可以运动，但是你要挑啦，要挑。对啊，不过像他那个饮食方式，我觉得很饱啊。赵哥听起来应该要躲在旁边。三到四餐，你要先就 OK 可以插旗哦，因为我是非常认同他的做法。对呀，我有一阵子就是吃不太下，然后也不是故意不吃东西，但是吃不太下的时候，那一阵子我代谢就往下掉。对呀，对，因为你们运动量够。对呀，势必要增肌。对，那像我像这种运动量不够的，他就没办法吃这么多啊。不好意思，他坐在运动台。一千没，一千没，我是刚刚你看见的无穿运动。好了，我尽量运动，大部分都是外面那个爬山或者是走路。哦，那家里的买一台跑步机跑一跑。老人运动，老人，老人运动，那是玩笑的啊。对呀，那是玩笑的。逸轩他的吃法也是我平常的吃法，我是觉得我很认同。但是你说吃，你的代谢还会上升，但是你没有运动，你代谢都上不上去了啊。对啊，对，当然最好做的方式，我们绝对是提倡两个，就是双管齐下的方式嘛。但是如果你纯运动，完全不控制饮食，我是不推荐，因为我觉得会，如果你想从胖变瘦是不太可能。对，如果你已经是瘦子要维持，那 OK。所以我觉得是大家要去搞清楚这个点，就是饮食控制其实是非常重要。像我是刚好从胖子，从胖子的时候就双管齐下，对，是运动的时候，然后跟这个饮食一起。嗯，但很多人有个错误，就说，哎，你去运动，这个脂肪就会变成肌肉 ，no， 不可能，长肌肉超难，不会变成牙齿，对，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可以靠着增肌肌肉的燃烧，然后变成你的那个代谢高提高了之后。你的肌肉会去燃烧你的脂肪，帮助燃烧。嗯，它帮助燃烧脂肪之后，你再把外面这一层消掉之后，你同时增肌减脂就达到了。对对，最近我们临床上常常看到很多人，其实在减重的，尤其是初期，他其实是有效减重，但是他一去站在半秤上，他其实是变重。对，为什么会变重？因为其实他方法对，其实他是在长肌肉。对，接下来哎，燃烧的脂肪才会看到哎，体重下来。嗯，有很多人一开始用方法完之后，他觉得哎，为什么反而变胖了2公斤，他就放弃了，那就真的没了。我就不能被数字体降了2%，但是我的体重是往上走的，这是最好。是5公斤的棉花跟5公斤的铁，反正就会有落差的大小。而且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运动，是因为就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做重训，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肌肉才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像我们如果在发生受伤或跌倒的时候，你的肌肉才可以保护你的骨骼。但是如果你只有皮包骨，就是真的是靠饮食瘦的话呢，你受伤你一跌倒，你可能就直接伤到骨头，直接就骨折。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在运动的一定要挺我。所以你两边都看好啊，我就都有道理啊。对啊，你把叉子啊，你把铁子来叉子啊。我那你不觉得吗？来，好了，来赞赞。我咱家己的啦，太多了，两好了，黑啦黑啦，对运动一定是要提倡的啦，没错。其实，所以在不运动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绿茶，你真的瘦了吗？有啊，我真的有瘦了，因为我会促进新陈代谢。原因说不运动，我早上会喝500cc 的水。啊，就你一起来的时候，你早上喝还是酒？那可以喝酒水，一起来酒水，对，是不是酒水，没有啦，真的啦，因为我真的试过早上起来，哎，连营养师都攻击你，你是怎样啊你？他是把酒精稀释，没有骗人，真的，500cc水喝完的时候，正会新陈代谢会让你上厕所，水果酒对不对？再就醋洋葱，醋洋葱喝也会帮助你新陈代谢。空腹吗？配东西吃饱，还不错，对，那直接吃，你这吃太多会穿孔哦。没有，中午吃的时候，其实你晚上其实也不要吃这些东西。爱因斯到现在还没讲话，他有来，他有来，有来，有来。笑就是病说的，病说的。我觉得这样讲会没朋友，因为其实我现在算我人生里面算比较胖的时候。什么？我从以前从小就真的是瘦底子的，对，就是我比较注意一下你的表情哦。我其实骨架怎么吃都不会胖，我怎么讲都不胖。我从小刚刚是瘦的，对。每一家，我今天排行榜，我现在不敢说，我刚刚一直不敢讲话。OK， 那你还是继续保持沉默。没有啦，其实我要说一下，醋其实对于我们减重过程中。的确加减会有些方法，但是要用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肠胃在胃里面其实是酸的嘛，那到肠子其实因为分泌一些酵素等等会变成碱。如果当你大量的醋下去的时候，其实它会让我们本来碱的这个属于偏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变得比较偏酸，就可以间接的去抑制食物的吸收素。但是一定要
要加水稀释，一 cc 大概兑30到40cc 的水，所以如果是20cc 大概就是要兑600cc 的水。对，你不能说哦好像很有效拼命灌哦，那个不行，牙齿吃到肠胃都会说拉东西灌这。不过刚刚就讲这个168，你是尝试大概多久？没有，因为我以前本来就是一个运动员，你知道吧？哎，运动员不运动会胖吗？哪里运动？因为中间胖了起来的时候，真的太对不起自己了，所以我就听到一个朋友叫 Kid， 他就怎么用168，所以我就因为照了168宣传人，所以我就用了他的方式，真的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也是回归到说后面你也要些运动的东西。对啊，但168你吃什么？没有，我168吃就是我早上喝一杯水，喝一杯水完了的时候我就吃蛋。哎，我不吃蛋黄，一般的水煮蛋，对身体来讲是非常健康，每天水煮蛋最少一颗这样，是不是？而且其实不用把蛋黄去掉，对啊，那蛋白质加蛋黄才只有6的蛋白质，哎，所以如果你把蛋去掉，你蛋白质就会变很少。他不敢吃蛋黄，应该是因为他吃的蛋的量真的太大，对。可是如果你一天只吃1到2颗，其实蛋黄真的要吃。对啊，但是168到底要怎么样好好吃？要请这个营养师要好好跟大家讲，因为真的太多人误解。其实应该说168它就是。是等于16个小时空腹，这空腹的情况下，其实你没有食物进来，基本上你的血糖就不会波动。那血糖没有波动的情况下，你的胰岛素就不会分泌，其实或者是分泌量很少，胰岛素又是被称为合成荷尔蒙，它分泌量越多的情况下，它就会把你用不到的热量形成脂肪储存起，就我们讲的体脂肪等等。所以其实你这16个小时完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胰岛素自然而然分泌量就少或不分泌，来达到一个控制体重的效果。那至于那个8小时呢？正常来说啦，你把你的饮食时间压缩到8小时，最多最多大概就是吃2餐。如果是很规律的话，你要挤到3餐4餐，其实除非是你一直在吃东西，所以它也藉由压缩你进食的时间，让你达到饮食控制的一个程度。但是前提是你要吃，就像刚刚讲的，比较天然的食材，然后也要优质的，对，然后蔬果也要注意，这样才可以达到效果，而不是说哦炸鸡、啤酒、薯条随便吃。那就算你23.1，你那1小时吃3000大卡，你还是胖。那营养师，请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哦，我已经连续吃苹果吃了4个月，各大厂牌、各国家我都吃过，我其他都没吃，其他水果也没吃，这样子。OK 吗？1天几颗？一天一颗。每个礼拜至少要吃7种蔬菜，是吗？每个礼拜至少要吃7种。阿里伯科林啊，你公司就是每个礼拜有7天。我没有要问你啦。有没有？我们同一国的哎。不是，我在问他，没有问你。你们要不要先去打一架？没有，已经吃了4个月的苹果，没有蔬菜。你是不是相信1天1苹果，医生远离我？也是哦。其实应该是说，总比不吃好。但是如果可以更加进步的话，其实真的是像小猪说的，蔬果要尽量。多元就是现在菜市场不用让你特别去选，像你刚才说什么国家什么国家还特别买，其实真的不用。台湾就是宝岛，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当季当令的水果等着你去挑。不过我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分享给大家，哎呦，就是你要吃什么 OK， 但是方式可以分享给大家，哎呦，就是你要吃什么 OK， 但是等它冷你再吃。冷什么？有，这是一个方法，因为你喝汤的烫的汤，你就会分不出来它到底有多咸。哦，可是汤一冷的时候，你一喝就哇，原来这汤这么咸。对，然后再来是你冷的东西，好，咸酥鸡超香，对不对？你等它冷了，你再吃，看你会不会真不好，就会吃的比较少一点。完全赞成。而且其实有些食物它冷了，其实吸收也会比较差。真的，像隔夜饭，你放在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回温，它的吸收率也会比你刚煮完来的低。但是问题就是，其实的确我们温度会影响，就是食欲或者。是我们的味觉，甚至连颜色都会。对，之前研究发现说，大家猜看哪一个颜色最抑制食欲？蓝色。答对了，就是蓝色。对，可是我们一般不会买蓝色盘子、蓝色碗等。太忧郁了吧？对，一边吃就一边掉泪了。应该不会先吃，先吃。我讲个豆干扣哎。对啊，讲再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吃，吃那个菜，吃那个菜嘛是烧哟。不是，不是，你放松，放松。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每一口嚼7下，你们慢慢的吃就不会吃那么快，真的，真的可以啦。7下不够啦，他说一般30下，右边7下，30下你要咬咬就吃。你干脆拿研磨机来磨，倒的好。是吧？手机才会抓。我抖了。
不过刚刚提的都是如何控制吃啊，其实运动也是真的需要，也很重要的，一定需要动力。讲真的，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所以运动会碰到什么样的瓶颈，真的都不知道。对啊，那要问一下希姐。希姐，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这个饮食控制的瓶颈，但其实根据我们趋势民调大数据显示哦。运动这个部分并不是就一定有效哦，这边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运动错误越练越壮就有60000多的讨论的声量，然后再来就是运动太累啦，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很懒不想去动，有11000多在讨论，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27000的讨论次数是没时间运动，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上榜了呢？哎呦，没时间运动，我个人觉得都是借口，真的借口啦，因为我们现在在那啊，就是觉得赵哥刚刚故事讲太无聊，我就快点深蹲。对啊，其实说实在，尤其是在远的地方，你要开车去就会浪费时间。那也不会走近一点吗？不是。近一点懒得去，去的时候坐几下就觉得哎，没有就不好玩，所以我就常去跑步，所以我每天跑到你家公园跑步，跑膝盖忽然有声音了，所以说我就懒得去运动了，所以我膝盖声音是不是饿了我饿了，不是啊，就是有点飘飘，我有时候跑步也会这样哎，对，就边跑，他是在磨损，我想在磨损我膝盖，我想在运动啊。对，可是问题就是可能，就我就不跑了。这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健身这个事情，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吃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对，因为像我们会觉得说，与其要饮食控制，那我就把自己练成吃不胖的体质啊，我就靠运动。那没有啊，我还是非常非常热爱美食啊。但是问题那你就必须要控制啊。但是我就会选择对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今天我们就不用选择对的食物啊，冰淇淋加在你减肥的时候要吧？啊，我没有瘦下来就不需要了。对，那是因为你现在算的当然我觉得是很 OK 啊。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只纯粹运动是不够的啊，因为看一下那个照片，就是我以前从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个小胖妹。看旁边鸵鸟练的肌肉，我小时候就是小胖妹，锁骨好明显，因为我吃的好狠哦。哎呦！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动得多，然后就变成小壮妹的那种人，然后一直成，其实就是大概到15岁左右吧，就是那时候14岁回到台湾，我才发现说，哦，台湾女生好瘦，然后我才发现，哦，我原来是胖子哎，然后我才开始真的在认真减肥，但是真的说真的，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是有接触运动，然后我也是去健身房，也是有专业的教练在教。但是刚开始动的时候，因为真的那个前面都没有运动过，然后你那个负荷会非常的大，即使他叫你徒手做动作，光叫我空着做深蹲，做20下，我踢退4-5天，而且我是踢退到我连马桶都没有办法蹲，就是要扶着墙我才蹲得下来的那种状态，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去练的时候又去量那些什么体脂那些，他都没有再变，就是因为运动一阵子以后，他都完全没有在动。之后，然后我有一次就非常沮丧，我在教练面前大哭，因为我就说，我这么辛苦，运动这么累，为什么都不动？对，就是体脂也没掉。然后后来教练安慰了一番之后，他再调整了我的饮食，把一些东西加进来，然后去调配更营养、更我所需要的状态之后。体脂才动，它才往下再继续滑，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说，纯粹运动在你要瘦的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虽然说吃真的很重要，但是你如果没有运动的话，你肌肉量上升不了啊，你的体脂也不会下去啊。所以体脂本来就是肌肉跟脂肪的一个比例嘛。所以你说有氧也不好，是吧？我觉得有氧好，很好啊，你要搭配重训。有氧是会减脂，减脂。哎，很多人开始运动，他们都想要先做有氧，有没有？就是刚开始就这样。好入门，但如果你要增肌人，我不太建议你去做有氧。像我现在的体脂，我就可以把有氧减少。然后开始先增肌，增肌啊，就是肌肉。什么是有氧？你真的有在运动吗？你要不要爬上去，大哥？我跟你讲，你做在运动，拍我，我有氧无氧，什么？我讲一件事。基本上我这个位置，我这个挂，你这个运动牌的啦。没有，我这个人最讨厌就是花钱去运动。你也知道，我们也算是有知名度的人，也不可能去健身房随便穿嘛。光是要去健身房，那个行头就先花了一笔。去了就用了，还要再花一笔买课程，买课程。然后呢，在那边练半天，就来个漂亮的女教练。哎呀，然后呢，赵哥啊，
我们现在有个课程哦，只要花你25000哦，好，保证哦，让你这边哦可以再结实哦，腿部又再怎样？我买，我得攀了，我不买，我被人家传说赵哥你小气不够大方，好为难，然后动不动，你买了怎么会是攀呢？你买的是干爹，攀啊，对不对？还有一点。教练动不动就会给你话来话去，来来，最后一个，冲一组，冲一组，再一个，我连一个比赛啊，鼓励你，所有的口样都给你信心，再一个，你可以，就是要可以，就是要给你信心，因为你做得到，力竭啊，那个才会，因为那个才会瘦，第二你是带来玩的，就怕外赛，再一个。我运动要再一个什么？我就不行了啊！大哥，我上一下这三个字是运动派。所以等一下，所以我再加运动啊。我们教他们，大家一起试试看。真的有运动人聊一下。赵哥，我们请教大家吗？对对对对对了。我也用，你要帮他弄。他说哎丢了丢了。然后我们要在我们的膝盖上方的腿，然后再把它打开，慢慢的打开。啊，这样一天要做几组？再回来，7、49组。对，然后大概开，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虽然说都是开合，但像这种就是太快，我觉得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高。就其实我们打开的时候，尽量可以盯个1秒后，然后再回来，然后整个过程一下可以盯个3秒，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你们有个向心跟离心的力都可以抓到，就是你在家里啊，你螃蟹走哦，好酸，你就看电视的时候来回走。看电视，我觉得这个很棒。对啊，哦，赵哥，这不是你要教的吗？不是啦，啊，我今天没有穿运动服，我没有穿这种。你哪一天有穿运动服？我在家都不穿了，直接这样子吧。对你这个哈，像你的屁股还是臀型要练一下，有点塌。哪有塌？我这个超壮的，你还跟我比啊？来比一下，大卫，掌声的。我来给，耶！擦一下，擦一下，一定要运动。这个好。对，所以你现在是一个礼拜运动3天，3天到4天，然后有时候其实我3天健身房，我会搭配去爬山，或打泰拳，或者去攀岩或暴食，就不同的运动。因为我觉得运动其实要维持真的很难，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会选择到运动的多样性，让我觉得每天比较无聊，对，不无聊，比较有趣，真的不会无聊。但我最近喝了一点酒，还是有一点小腹。OK 的，对对，讲到小腹，我想问一下。专家啊，为什么像我们在减肥哈，四肢瘦很快，但是肚子是消不了？其实基本上你今天来这一集，我就觉得很奇怪，还坐在这怎么，就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其实肚子的脂肪是最容易形成，也最容易消耗的。它跟我们的屁股、大腿比较起来，真的它是属于比较活泼顽皮。对，那如果跑步可以让肚子消下去，比较没办法。其实说实在，没有任何一个食物会瘦某一个地方，这绝对是错的。很多人说，吃红豆可以瘦哪里？吃地瓜没有，那绝对是骗人的。但是的确我们可以，如果你已经饮食已经控制得很好，但是还是的确有一些局部，就像有些人他一瘦他会瘦脸，有些人一瘦会瘦胸部，那也跟体质有关。但如果你都瘦得差不多，但是就像赵哥讲，肚子或者是蝴蝶袖特别，那其实就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教练帮助你针对局部，对局部。但是我还是要讲啦，其实腹部大部分是跟女生爱吃甜食，男生爱喝酒是脱离不了关系。那大家都说哦，你们运动的习惯你都不懂这，我也是从曾经运动这样1个小时就到吐，被教练操到吐。我还运动到那种整个晕掉，一定会啊。然后出去外面吸空气吸。然后休息了大概半个小时，进来又在动的。是啊，那干嘛花钱受这个罪？不是，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一个毅力。对，给自己身体一个交代。从半个小时开始，慢慢动，到我现在一天可能要到3个钟头，我才觉得有一个啊。一天做运动3个钟头，对啊，但是你不要想着说哦，3个钟头的话这边来啊，当然你这边来，因为我花了多少时间，你花多少时间。对，运动当然要循序渐进的。其实当然，你如果真的要保持好的体态，把这个体态能够 keep 住的话，其实要2、3个小时。对，要把基础打好。你基础打好以后，你以后就是你偶尔知道吗？做个好男人。
是很难，是，哎，但是要做一个更好的男人，真的是难上加难。说吧，大嫂怎么了？你怎么知道？啊，不然嘞？对对，我不是，我是不想消费他，但是问题是，他那天突然问我说：“哎，老公啊，你觉得我这样胖吗？”嗯。我吓一跳，我说现金，我说不，你这样刚刚好啦，不会太胖那样。回答的挺好的，其实，但是他后来又问我说，那老公，我饿了，你可不可以抱我去冰箱那里？结果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我就深吸了一口气，把袖管捡起来，是，我跟他讲，你等一下，我去把冰箱搬过来。没礼貌。冰箱会能比他轻吗？真的是没礼貌。哦，这是要战胜肥胖。对对对，他们都是厉害人物。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他是蛮适合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好啦，你知道女人最怕听到什么话？你最近是不是变胖了？听到这句话真的不行。他想说你会不会聊天？你们觉得女人变胖都是冤枉的吗？就是他们觉得是自找。哎，今天有一线曙光，专家居然说是不是冤枉的？对，其实如果他自己胖，他不努力，那就是自找。但是大部分的女生其实她胖，但是她很努力在减。你是不是有在骂 Amanda？ 是我没有。他如果要对号入座的话，我也没看到。那基本上，因为减重过程中很多陷阱，可是可能你不注意掉进去，可能就胖。所以其实我觉得胖的蛮冤枉。是，而且我跟你讲，网友每一个他都会有很多话说。我们来看希姐怎么告诉我。知道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你有听过世界肥胖联盟吗？这个联盟就有统计哦，他说全球的过重人口呢，从2014年的20亿人。即将要上升到2025年的27亿人了，表示我们全世界现在正在对抗这个很难搞的变种病毒。那今天呢，根据《健康看赛版》的官方粉丝团，了解生酮饮食以及你无法成功减肥的真相，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觉得女生真的不胖也很难的情况。第五名就是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敲键盘啦。网友说，哎呀，这个屁股是越坐越大，然后肚子呢就是跟米其林一样，一层又一层层，说的就是你，还坐在那里，还不赶快站起来！你说的也是你自己。气什么？你整天在家玩电动的，气什么？那我跟你们说，20亿人哦，对，已经是很惊人，很惊人。世界上有三成人都属于肥胖。可是我有听说过，其实肥胖有一部分原因是姿势不良。姿势它影响到很多层面。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很疑惑，就是我胖就算，我怎么会胖在一些奇怪的部位？就是。有些人你知道脖子后面对这边会肿一块，然后脖子这边肿一块之后，他的脖子就会变很短。他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家现在滑手机头都低着，那低头跟你看电脑头往前看电视往前，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让你本来应该有的 C 型，就是一个颈椎应该有的弧度，它会变直，变直它是一个退化的前兆，所以就会让我们的颈椎有太多的负重在颈椎的根部。那另外一种呢是跟驼背有关，因为我们驼背的时候你的脖子很常是往前的，那往前了之后，所以它会有几个区块。那我们看到照片哦，然后它会在后面驼背，然后在前面的这个颈椎的根部的地方，胸部跑到会特别肿。对啊，对啊，这个小姐很严重。哇，这有修图吗？这个其实我们她是男的，是不是？她是女的。我们会看到很多就进入婚姻之后的女性，不知不觉生活当中就让她的身体变厚了。那个很多就是跟驼背、跟负重，还有跟头一直往前低有关。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大家比较觉得疑惑的，就是有些人胖了。是胖在萝卜腿，他也不运动，但是他就萝卜腿。不要这样攻击我们的特派员，又是我，又是我，他是深蹲，对，可能有一些人他们那个腿脖子就是这个地方脚踝的地方，你会他的骨头是埋没在他的肌肉跟他的脂肪里面，就是你看不到骨头。我看到，我怎么看到你 ？Hello， 他骨头的确是要找一下。这样这样，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会有骨头，但是你的骨头就会哦。那像这一类很多是跟他的
走路习惯有关，还有一个是足弓，足弓太低的人也会有这个状况。我们之前其实就有遇过啊，他其实也真的很冤枉哦，因为他四肢都细细的，但是他就是肚子很大。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疑惑，那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骨盆有问题，就是有点骨盆后倾的问题，所以就造成他走路的时候肚子在前面，人在后面。你说这样走路？对。然后有装的走路法一模一样，对，侧面是不是长这样？对，没错，就是肚子在前面，身体在后面。唔知啦，唔知，唔知就好哈。我们以前演过电影都这样演的。大哥不是哦，所以他走路姿势长期。对，那他那个时候其实跟很多所有的女性都一样，就很想瘦下来。然后听到说生酮饮食可以试试看，是可以减重的。那他本身还吃肉，所以他就听到说啊，生酮饮食就是可以狂吃肉，什么都不要吃。那他就很认真的就是履行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嗯，他就差不多吃肉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后来他就开始肚子痛，他就是一肚子的大便，因为他后来就没有办法排便。Amanda 有没有怀疑你是姿势不良？我就是，你这手机不没办法离身啊，什么事情都要滑手机啊，追剧看 YouTube 找新闻什么，而且 YouTube 跟新闻是有无底洞，哎，就是你点开一个新闻之后，其他新闻都好有兴趣哦，然后就一直看，然后不知不觉就坐在那边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对。所以我就有，刚医生说的就是有那个脖子比较肥肉问题。那第一张照片就是你？不是，是啊。那我有照片，我是这个，因为。我会去做身体，然后这个是你，哎，他是我朋友，这个背很瘦，哎，很瘦，哎，因为我们有一些角度有切掉，切了一半的背，对，处理过了，主要是脖子那三条可以申请理赔，那三条很严重，而且我做这在家，我就是保持着一个能多摊就多摊，我们看得出来，能做到吧？然后就越摊越摊，然后而且我又爱翘脚。然后再摊下去呢，就是你知道腰就会有点悬空的感觉，所以应该可能因为长期这样做就有脊椎侧弯，而且我就有时候比如穿合身一点衣服或是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确实有一边的臀部比较大，所以我朋友就带我去整骨。哦，有一次我们就去整骨，然后他就是其实不是那种很人家想象中可能是泰式那种会把你怎样翘，就是舒服的整骨。然后他也在我一些比较他觉得比较水肿的地方就拔几罐，比如肚子啊、大腿拔一些罐这样。然后那师傅就有说，其实你的骨头回归到正常的位置是会瘦的，就是体重是会减少，我就不相信。然后去整完骨之后呢，我就去量体重，发现竟然比我一早空腹再瘦两公斤。瞧完骨再瘦两公斤，对，整完骨哦。是不是因为你从早上一直整整到晚上都没有吃？整骨不能整那么久。然后真的就没吃东西才会瘦。还是你帮别人整骨？我做整骨，你的骨盆会变小，或是脚可以拉长一寸。我没有听说整骨可以减肥。对啊，你们不要再提，就是体重计块，怎么会想那么多理由？对不对？那黄老师有可能吗？就是有一些不管是按摩也好，刮痧、拔罐，各式各样的这方式，你在身体上面去做一些，就是揉捏啊等等。像之前也有很红的用刷的，把身体的那个代谢刷好。对，那这些的确可以促进代谢，就是让你比较有效率的把身体的这个水分排出来，像淋巴排毒也是，但是它到头来它其实不是让你的脂肪不见，它就是让你的水分不见，所以你可能回去之后喝一些水那就回来了。没有，可能隔天就正常，你只是你不知道假象。那翠萍姐，你有想过我们这样上节目翘脚会发胖吗？你有想过这件事？我以前觉得会，就姿势不良啊，就会变屁股会变大，真的，因为以前变大是因为生小孩的过程。没有生小孩之后，我就去整骨，就翘回来。哦，有翘回来。对，有翘回来。后来我觉得发现这样常常这样翘脚，像我以前之前也是做设计，也是在做这边打键盘，然后翘脚。那打键盘完呢，打太多键盘了呢，左肩就酸，就变成是职业伤害。翘脚翘多了呢，你坐多了呢，你屁股后面从后面看哦，本来应该是水蜜桃翘臀，就变成是四方的。
会变成是四方臀，你这边会有点赘肉会下来。国外有研究发现说，如果上班族你的椅子长什么形状，坐久了你的屁股就会是什么形状。真的？那正常椅子要长怎样才比较？就是他其实是举例说，如果你的椅子都是选那种比较四方、比较大的，那可能你的久了之后，久了又一直往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外的公司提倡站着办公？就是减少这个坐的这个时间，然后就静脉曲张就很好。现在还流行一种这样像马鞍椅，就是给医生啊，他们坐要坐比较久的，他们就做一张是像马鞍椅这样，然后可以调高调低的。然后就他你坐马鞍椅就会强迫你就是挺胸。像之前也是会盘腿坐，其实我觉得就是屁股会变形。其实它会，因为你一直施压在一个地方，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刚刚翠萍姐讲，就是你要腿漂亮盘腿坐的时候，你大概自己要算一下，譬如第一段这样做，第二段这样做，就是要自己要 balance 过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产后妈妈大家说会虎背熊腰，那完全是姿势的问题。因为有一次那时候是生完，然后你在洗澡的时候，你站着最舒服的站姿。你站好之后开始洗澡，会发现天哪，我就是看到我的小腹，然后你的人就因为你驼背，你整个人这样一驼，你的肉就是一直往后长，然后前面一直往前长，所以妈妈们为什么会虎背熊腰，就是因为生完小孩之后开始姿势不良，或者你抱 baby， 你不可能这样抱啊，对，一定是这样抱很爽，然后把它卡在这个骨盆这边，完蛋，所以就姿势其实会。让你的身形变形，像这种就是不管是翘脚或是盘腿，它在这个过程里面，它都是让我们的髋关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多的外转，就它往外转，然后转的太多的时候，其实你在做这个动作，像譬如说盘腿或翘脚，其实它是有压力在上面的，然后时间又久，所以会让你的髋关节周遭的肌肉有很多的拉扯。那这种就有点像我们在训练肌肉的时候，就是你给它很多的力量，很多的刺激，很多的负重，它就会慢慢变厚。所以才会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我盘腿久了之后，我觉得我这边多一块肉，而且它那个肉就是那个局部的地方。然后像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久坐完的时候屁股松掉，好，或者是变成四方形的臀部等等。那这些它都是对，它的确都是跟你的肌肉习惯有关。那如果你是很喜欢盘腿的人，你可以就是用像小朋友很喜欢的 W 型坐姿，它是一个反方向伸展的概念，所以你盘腿是往外，那你是 W 型腿是往内，它就是一个反方向伸展的概念，所以你可以做这个动作，比方说做5分钟、10分钟，习惯盘腿的人做这个动作会很有感觉，它会有一个很酸的感觉，然后去做这种伸展，去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个平衡。不行，我现在看到我女儿这样，我就叫她坐回来。对，小朋友不可以那样做。对，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样做最舒服。对他们很喜欢，就这样。对，他的前面的障碍物都没了。哦，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可以玩这样做。对，那个也要纠正。对，要不然他会。尤其女生会 X 型腿，对啊，关节会那个，对，会变，那个腿型会变。那如果有些大人伤害已经造成，有的救吗？你是说谁？就是姿势，然后导致什么驼背啊，什么那种。像我们最常使用手机嘛，那使用手机的话，基本上都是低着头。那你在没有在使用手机，其实还是站在人生当中很长一个时段哦，你就让你的下巴往内收。等到下巴往内收，如果你有办法有镜子或者是有旁边有人的话，帮你对齐两个点，一个点是我们的耳孔，就是耳朵听到声音的地方，这叫耳孔，它应该会对齐到你肩膀的肩峰，就是肩膀最高的位置，它会是一个垂直的线。我这样是对的吗？来，我们头往上一点点，对，好，下巴再收一点点。有一点，是我的问题了。肩峰在这边，耳孔在这边，它应该要是直的，但是你的耳孔还是比较往前，对，还是不够。所以要正视前方，然后收下巴。对，收下巴这样吗？这样吗？对对，这样好多了。那这样怎么低头？哦，这样我的背很酸，对，就是拿高一点，代表我是驼背的。对，因为你驼背的关系，所以你这边往前习惯了。那走路呢？对，我们在穿就是有点跟的鞋子的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老师你本人就可以走啊。对，就是你的肚子要收进来，要再收更多。还要吸小腹哦？不用吸，不用吸，不要用吸的，你要用肚子的力量去收，然后你就是往
脚跟着地，前足推进。老师，我发现你的屁股也是四方形。对呀，你嘛。老师办公室的椅子就是那样，对，没注意。老师，如果故意走直线，会对有伤害吗？比如说这条线，对不对？就走这样子，它是这样子，这样子走路。你这个是在复健吧？没有。啊，真的啊！有些人走，你看人家的脚印都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有些像 model 走路就会故意走这个直线，就这样。嗯，对。哦，沿着线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会有伤害吗？故意这样走？那不会有伤害，但是我们脚跟甚至有交叉的。对，我们脚跟对脚尖那个是做那个协调，对，的确是发力的时候才会做的。好了，刚好翠萍姐最近也需要了，那我们另外还要再请问希姐，还有多难搞的变种病毒。真的。继续来看到的是第四名啦，就是吃饭时间一心多用，没有办法好好吃饭。那在第二名的部分呢，就是享受甜食放松心情。网友说啊，这个上班时间呢，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吃饭，因为实在事情太多了。可是下班回到家又要顾小孩，也没有办法好好吃，只能啊半夜的时候呢狂吃来放松。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其实一心多用的确是肥胖的一个杀手，真的。对，所以我吃饭不能玩手机。为什么？其实应该是说看你是走哪一条路。比如说，如果一心多用，它是导致他东西吃很快，狼吞虎咽。可能还没有饱食中枢还没有就是受到刺激的时候，他已经吃过量。过量。可是如果你用手机，会让你吃东西反而变得比较慢。对。那你也许会瘦。所以其实决定是细嚼慢咽。还有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一心多用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好享受食物的味道，就它原本的味道。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变成你的食物调味料。酱料越加越多才能刺激你的味蕾，所以无形中你的口味就会越吃越重，那就有可能导致水肿型的肥胖。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到那个第二点，享受甜食放松，的确很多嘛，尤其现在防疫期间，很多妈妈一天24小时跟小朋友对，就是对抗，还要放松，对，所以等到小朋友睡了之后，的确你就会想要吃一点零食啊，吃一点疗愈的。那这时候如果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选的东西好像看似很健康，包括水果。这个时候吃水果最好，水果那么天然，专家不是都讲天天五蔬果。可是水果尤其在这个季节，很多水果热量是很惊人，糖分高，对，芒果、荔枝、西瓜、木瓜、凤梨、葡萄。芒果比如说一颗那种一般中型的艾文芒果，一颗芒果等于4份水。四份多少热量？对，大概接近300大卡。天哪，一颗是中型的，所以有时候有人一颗动辄吃3颗，已经破千。这样我跟你讲，屏东枋山的果农太多了。台式果，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可是你还是要适量。适量。对。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包括像坚果。很多人说坚果不是养生吗？好油啊。但是坚果它还是油。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追剧。动辄就抱着一桶花生就开始嗑，那个一桶花生，美式大卖场卖的一桶花生20000大卡，20000，对，它就是一桶油。花生还是？不然为什么会有花生油？腰果，花生也是坚果的啊，坚果一种，花生综合的，对，芝麻、腰果、核桃、杏仁都是油啊，所以它的确是好油，但是不要忘记它还是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要分享案例，就是之前我遇到有一个来我门诊减重，其实他减重成功了，而且已经离开大概1-2个月都没有再回来，代表他很稳定。就2个多月之后，某一天他又突然出现，他说：“营养师，拜托你要帮帮我。”我说：“怎么了？不是都已经很 OK 了吗？”他说：“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很 OK 了，因为都没有再复胖，所以他觉得既然从来找我到现在稳定，已经过了大概4个多月，他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想要吃一点，就是嘴馋，对，嘴馋，想他就觉得说好，蒟蒻干，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使用过蒟蒻干？没有热量，对，很多他也是这样想，他说蒟蒻干热量很低啊，所以他就每天嗑蒟蒻干，胖了2公斤，怎么胖的？肿起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除了考虑热量之外，我们要考虑那个味道。蒟蒻干有时候为了要让你很刷脆，其实它的调味对盐分其实很高。那他就拼命吃，然后吃又觉得口渴，又喝水，他没有喝饮料，喝水。然后对这个盐会抓水，排不出体外就走。那什么零食你可以建议我们一下？一般来说，其实的确还是有些零食可以就稍微解解馋啦，包括比如像我自己，我讲我自己吃的，比如说
我有时候会吃爆米花，爆米花原味的，原味的那种，就稍微有一点点调味的可以。你在讲爆米花的时候，特工队牌就要倒了，是有说服力的吗？你确定是有说服力的？真的，爆米花本身是一个很好减重的一个，真的，只要你的味道不重。绝对是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那爆米花有没有在卖爆米花？爆米花可以配一些果汁吗？果汁，果汁来吃啊！对，爆米花配可乐最好吃了。有人说配啤酒啊，那就破口了。爆米花还有像海苔。海苔可以，不是油的要死。海苔其实你仔细看哦，如果海苔你如果买那种小包装，就是那种一盒一盒的那种，你仔细看它热量，一般来说我大概比较过，大概平均热量20到30大卡一盒。你动辄可以吃10盒。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到大卖场看到哦，琳琅满目一大堆10几20种海苔，要怎么选？简单，你不用看成分，最简单就是哪一个含钠量最低，你就选哪。哦，一样嘛，跟蒟蒻干的道理一样。所以翠萍姐，你刚刚说你就是那种芒果吃2颗的人哦。我不只是这样子，我很爱吃芒果，最高纪录我一次吃了6颗。啊？你说正常的泰文吗？对啊，哇，而且是很大颗的。怎么这么？然后我又一天到晚一心多用，因为这样我现在常常在做设计，我在画图，电脑在画图，对不对？嗯。然后呢，我又因为要赶功课，然后我又一边又吃饭，我就饭放旁边吃一口，然后画一下图。然后画图在等的时候，我又同时在追剧，追剧我就有时候用听的，有时候瞄一下手机，再跟人家传 LINE 这样子，就变成一心四用。比较累的是我晚上会吃零食，晚上会吃零食，这个很正，因为我每天睡得晚，起得晚，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根本都我中午才起床了，都不会饿，你知道吗？等到2、3点。再吃一点小东西，那我想说晚上我会吃比较晚，吃比较多，我就一天只吃一餐半，所以2、3点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吃一个小半餐，一些小点心，然后到晚上我才吃一个正餐，然后到晚上呢，我又做完图画完画，我就会开始就是喝红酒。然后去弄一点零食吃，吃肉松啦，营养师要崩溃了，肉松对，还会生气哈，肉松很，我可以把一罐那个肉松，一罐正常的那种铁罐子一罐，哎，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哇，那个一小罐，差不多这么大罐的，红色的，对，红色这么高的，单吃肉松，单吃肉松，配红肉，有时候是牛肉干，有时候是鱿鱼丝，我想到这些都很健康，然后一边配。都很健康，我名画要崩溃啊！名画那怎么会是健康？不会，加工鱿鱼干还好。天哪，那你怎么保养这么好？太没道理。一天只吃一餐呢？没有，没有，我吃一餐半啦。结果我发现那个肉松哦，我那天去看，800多卡，加起来一整罐加起来800。你看，说每份126，你就以为整罐一二六，陷阱，我就以为很低。坏哦。对，然后就哦天哪，我那一阵子吃肉松，还有吃很多喝很多酒，很多时候我可以突然一天我就胖了，因为你一天一罐肉松，而且他那个胖其中有一部分一定是走。对啊，它都是加工的，然后吃这么多，还有喝酒，我觉得还有喝酒，我觉得因为酒的热量，红酒热量很高，啤酒也是。你看曾国城就知道了。曾国城最好，从曾经到晚上越来越。其实全台湾的观众都知道。都知道。对啊，刚刚那照片是我去度假，我现在那边去度假便吃三餐，早餐饭店有提供，会吃一堆，而且像 buffet 似的，对不对？然后中午朋友又叫肚子饿了，又要去吃，然后晚上又吃，那下午定时喂食就不行，下午可能又喝下午茶，然后晚上呢又喝酒。度假那个一个月里面啊，我整整胖到，这是我人生最高纪录了，真的我胖到6。我有一次去那个印尼也是啊，就是有哇很开心，然后又人家招待要吃很多吃，然后有一天在饭店。就不是有体重计吗？然后我就一踩着，80、81、82、89，我都不敢踩。真的，你吓到。我那时候真的，你说洗澡我是看不到头哎，脚趾头。对啊，脚趾头。能不能讲快一点？是不是你那饭店不干净，有人坐在你肩膀上？你知道还有我们拍戏的时候也很容易胖。台视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棚在中和棚，以前都会有一个阿姨哈，她都会煮菜，然后就是4菜5菜，然后一组菜，然后她旁边还会卤一个肉，对，卤一
锅肉，哇，那拍受不了，每天吃，我就是这样，开心拍一个戏快胖快十公斤，然后完全不联系，超不联系，最好不敬业。那艾玛，你不吃淀粉？我是会比较少，因为我是还是会把热量去分给，有时候会想要吃点零食啊。然后像我连吃炸鸡排，我会吃，可是我会尽量剥皮。在吃的时候，我就会去稍微分配一下。但是我上次很恐怖，有遇到一个可怕的零食，是叫做吃爆米花，可是是薏仁，它薏仁下去爆的，薏仁爆米花，对，然后看起来很无害哦，超健康哦，那有机店买的薏仁爆米花，就想说，而且它都很小颗，薏仁爆米花是什么？就是薏仁的爆米花，薏仁本人变爆，薏仁本人，然后爆开了，真爆，薏仁，原来爆米花我本人爆开，就是它这个薏花的爆法一样吗？就是玉米爆开变爆米花，薏仁爆开叫做薏仁花，它就是常温，然后很无害，又看不到油，然后每一颗都很小，所以你会大把大把吃。哇，那天我再胖两三公斤，因为其实后来你胖两三公斤，往后一看它热量超高的，它是薏仁啊，就是坚果。哦。它很轻，可是因为它很小，你不可能一颗爆米花，我们还可以一颗三颗吃，没有，那个都是一把吃。我自己在那边切割热量表，有没有吃得很开心，的太辛苦了。那我们来问一下没有在意几大卡的朋友，面长，他应该是那个花生男，完全没有在在意，刚两万卡就是你了。其实他刚私底下跟我没有，但是我也有爱吃一种零食，它是海苔苏打饼干。哦，这个我也喜欢，自然什么的那一盒。嗯，不是因为想说大家减肥都吃苏打饼干，可是那一个很好吃，一吃都会吃很好吃，很刷嘴啊。我跟你讲，要泡杯茶哦。哦，那个超好，大家都爱两格，我都会一次吃一格。对，一格带这么大。我一次吃三格，一包全吃。对啊，一次就是要一包啊。有一段时间还蛮长。嘴馋就会吃这个，也是胖两公斤，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后来呢就看了，发现哦，这个饼干它钠含量霹雳高，因为下厨就钠含量就会高，是吗？那你怎么会下厨？真的半而无味，想问营养口粮是不是就钠含量很低，硬的那种，低，而且它可以吃很久，因为它很硬。对对啊，那个没有，那吃的会恼怒，那吃的不好吃。对，刷水就是哦，因为我那个，对啊，它钠含量随便一包就将近300毫克哎。对啊，其实通常好吃的会让你停不下来的，大概都是调味都是很可怕的。那苏跑不是钠含量也很高吗？苏跑，苏跑是运动饮料，苏跑钠含量还好，还好吗？那请问一下，现在不是有人那个什么低卡的那个可乐，还有低卡的 Zero S 开头的那个饮料，那个有糖分很高啊，它非常低啊。对，因为它是用代糖啊，它是用代糖，但是其实加拿大有研究发现，就是如果当你真的很想要喝这种含糖饮料的，如果你用代糖来做取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你吃真正含糖的食物的比例会非常非常高，因为你在喝这些 zero 代糖的食物的时候，其实没有满足到你身体真的需要，因为它就是不吸收嘛，所以它热量才会这么低嘛。所以接下来呢，你只是骗了你的嘴巴，但是你的身体还是没有获得真正骗不了你的心，没办法骗得了你的身体，所以接下来你还是会忍不住拿真正含有糖的东西来吃。你骗我嘴巴，但是你骗不了我的心。而且代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反正就尽量吃、一罐那个肉松，那个没有代糖啊，可是那也是加工食品。不要跟他吵架。好了，但是我们刚刚那个变种病毒还没聊完哦，希杰还有工作。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三名，就是为了怀孕啊，为了小孩要狂补营养。那第一名的部分呢，就是我相信这个每个女生都有啦，因为我本人也是，我们听信生理期怎么吃都不会胖，有高达36%。听过网友说啊，就是从出生胖到大，人家是小孩这个一天长一寸，那我们就是那个腰围一天胖一寸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呢？那我们从小都听说过，女人的一生有三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就是青春期，对，然后一个是更年期，再来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的怀孕期，对。但是这真的是最容易发胖的三个阶段吗？的确，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女生一辈子都在干嘛？
减重，然后也一辈子在怀孕，相当于一辈子都在减重。所以其实如果你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容易胖的人，这三个时期真的要注意。第一个就是青春期，那想说年轻的时候不是怎么吃都不会胖，对。但如果你本身家里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都是胖的人，那如果你在青春期不注意，很有可能就掉入这个陷阱。然后再加上如果这时候你又面临的升学的压力，然后熬夜念书或者是舒压，你就靠大吃大喝，你当然就会胖。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刚刚第一名我也是觉得蛮疑惑的，为什么他竟然会是听信生理期怎么吃都不会胖。的确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前，就是你的月经还没来之前，因为我们的黄体素会上升，这时候会导致我们容易水肿。哦，那所以其实你会常常会发，举例来说，像我就有个朋友就有一天就赖我说，哎，我跟你讲哦，我生理期真的没有怎么吃都不会胖，然后他生理期前就正好量了体重，就发现哎，怎么变成51点多，快52，然后后来呢，他就不管他，他就生理期来的时候，因为很多女生都会怎么样？开始狂吃巧克力啊，狂吃什么蛋糕啊，反正红豆汤各式各样甜的，他就照吃，他一直狂吃，就生理期结束之后，哎，还是52，他就觉得赚到了，他吃完全没胖。其实生理期前你的胖可能是水肿，生理期结束了你还在胖，那就是真的胖。哇塞！因为生理期结束之后，其实正常来说我们水肿会消，因为黄体素这时候消，所以体重应该是要回复到正常的情况。但如果你没有回复，还是跟生理期前一样水肿的那个体重，那你就是不是肿，你就是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怀孕时期，因为怀孕时期大家可想而知嘛，一人吃两人补，当然要多吃一点，多吃，哎，减重，生完小孩再说。殊不知生完小孩又一拖什么月子餐，生产完黄金6个月，一定要瘦回来。对，你六个月之内没有瘦回来，你就再生一胎吧，等到下一胎再一起生。真的，我也是，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就是可能，尤其是第一胎，可能一生产完之后，所有的心力都在小朋友身上。等到真的要减重的时候，已经是1年之后。那时候要瘦真的很难。最后一个当更年期，可想而知，因为更年期我们平均台湾现在大概是50岁左右。那其实代谢已经慢慢减缓，再加上荷尔蒙的一些影响，所以如果在还没跟你更年期之前，先开始养成运动习惯，改善自己的饮食的一个内容，其实就可以避免进入更年期导致的一个肥胖产生。所以有没有听到 Amanda 很快怀孕，怀孕你就有救了，耶！赶快去生小孩。我真的。问题是他瘦了下来就不叫 Amanda 啦，对不对？他可以改叫 Panda。Panda。那你人生巅峰是什么时候？我人生巅峰是大学的时期。你现在是不是最瘦的时候？没有，还有曾经有更瘦，更瘦之前有更瘦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吃过减肥药，但因为大学那时候巅峰时期是因为我那时候住宿，终于脱离爸妈的管教，而且我们那时候宿舍楼下就是便利商店，时不时你知道，不管开心不开心，就下去买一些东西吃，这样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就无敌霹雳胖。然后会开始吃减肥药，是因为就喜欢了一个男生，然后就跟他告白之后，想谈恋爱，那有成功吗？拒绝。哎，然后后来虽然我们还是朋友，我就问他原因，他就说可能是因为你身材，因为他那一句话，我就想说不行，那我就瘦给你看，然后那时候朋友就介绍减肥药，减肥药真的哦很快耶，我吃不能乱吃，一个月就瘦7公斤，所以你那时候瘦7公斤之后多久又胖回来？哇，大概1-2个月就慢慢就回来了，很快。没有，那太快了。3个月15公斤，但是慢慢1-2个月就回来了。3个月15，他还活着，是不是厉害？他就是都不会让你有饿的感觉。中药还是？就是一颗茶叶蛋，西药。西药。所以等于你是都不吃换来的瘦身。对，那这样一定不健康。对，所以我吃到这3个月之后，我就开始手抖跟心悸，然后我就太害怕，就停掉之后，其实回来的也蛮快的。现在的状态去回推，那时候应该有破百。你右边照片其实是表情的问题，整个下巴没有下巴哎，但你左边那个正多了，就是新的。他讲的那个减肥药应该很多人都吃过，对，你也吃过是？我没吃过，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吃过，他完全没有写任何的成分，是就是一瓶白色。那你敢吃？然后打开呢，你知道塞什么吗？卫生纸，不是那种保健食品，他可能会塞那些海绵，海绵或者是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塑胶，就是防氧化。他竟然是塞一张卫生纸在里面，成本太低。对，然后拿出来之后就是一颗白白的，然后他说他一开始吃的时候真的效果马上就来，就开始就是开始对世界开始充满着疑问，然后开始就是
就是没有喜怒哀乐啊，然后每天就是也没有，就是像他讲的，没有胃口，没有灵魂，对，没有灵魂，就灵肉分离，就好像行尸走肉。对，行尸走肉，这就行，因为你没有吃东西，你可能人也没什么力，就行尸，然后灵肉分离，然后就真的完全不会想吃东西，然后的确后来就开始出现心悸。手抖，然后开始就是有点就是厌世的感觉，嗯，对，真的这种都吃不久。哎，外面没有贴标示你敢吃，但因为效果很好啊。嗯，没有，你还没吃之前哪知道爱情的力量，真的被拒绝。是，我觉得我很难维持体重，是大概我觉得40岁之后吧，我就觉得新陈代谢可能什么都变慢了，对，然后呢，可能我的工作啊，我上学啊，我电脑整个坐的太时间太久了。姐，你怀孕胖多少？最胖的时候23公斤，我胖到等于是我怀孕3个月等同别人怀孕5个月。嗯，然后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饮食习惯完全改变。嗯，我本来不喜欢吃披萨的，突然变成很爱吃披萨，狂吃。对对，就被医生讲说我真的体重增加得太快了。嗯，然后小孩也一直也增加得很快。以前当艺人嘛，对，太辛苦，然后就是要维持身材。对，哎，好不容易怀孕，然后报复性的，报复性消费。对啊，然后他觉得我可能快得妊娠糖尿病了。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哦，我就尽量不吃甜。可是问题是还是止不住的胖，嗯，就是一直胖，胖到23，我人生也没想到我有可能这么胖过。23真的，到我很害怕。到我卸完货之后，我竟然还有18公斤以上留在身上。我的天！可是我这18公斤，我真的是大概我3个月就瘦来差不多了，然后我6个月。今晚开战吧，让你永远选对边。今晚开战吧，让你总是被称赞。新形态互动式综艺节目，快快来订阅，按下小铃铛哦。当哦。